有玉米吗？这个玉米怎么卖？便宜一点，我挑下面的。你这有新鲜的，谁买这种？就我才会要。把那你的那种便宜一点，1块钱一个。1块钱就买了。2块钱一个是吧？10块钱六个，快点，我给你杀价耶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刚好15块钱。再送一个。这老二买的这个什么玉米筋、香筋到了。自己都出门了，还让我妈买玉米，天天的就知道指手画脚。9个玉米，花了15块钱，还送了一个10个玉米。终于削好了，一脸盆，现在帮它蒸一下。蒸了蛮久了耶，好香哦。应该可以了吧。我这一盒子蜂蜜起码有4-5年的蜂蜜了，就剩这么一丁点了。这个玉米香精真的是太香太香了，就跟那个什么那个玉米雪糕一个味道，里面还有一点点味精。管它呢，我也不知道料多了少了，先给它弄好。天天钓鱼，天天钓鱼，没看见？就那天分的那条大鱼，后面提了一条草鱼回来，我就没看它提过鱼回来。天天钓鱼，天天空军。你这现在回来吃饭？那不吃饭吃啥？吃啊！啊？吃啊！饭在这里。饭在这里。放在这里，啥好菜？一大盆好菜，烩肉。一大盘烩肉。啊，算了。闻一下香不香？我直接钓鱼去。嗯，味道可以的。你尝一下。要放酒，放用酒精的。你这哪里用酒精啊？我没那么多酒。10块钱一斤的土烧，我拿去给你进玉米啊。你搞便宜的。便宜的。便宜的也要6块钱一瓶呀、啊。经费不给我，还那个啥？人家说吃完饭就钓鱼，算了。吃这个，吃饱了再去。你吃，给你吃的，吃饱了就钓鱼。把饭留好啊，钓完鱼回来再吃。就吃这个，这个能吃饱。螃蟹，螃蟹，昨天晚上又到红浪漫了，啊？
是588还是688？啊，这胡子帮你摸了，头发也帮你摸了。这么有魅力的人还要掏钱吗？这西岸住一晚回来又是精神小伙。他们在那里等我们钓鱼。钓鱼钓美人鱼啊？是啊，那里蚊子多，他帮。今天晚上也不要回来，两个人出去就是夜不归宿哈。说话算数。不要回来，我绝对不会给开门。不开门。不开门。生气就可以，我不生气，我就明天直接全网通报，两个人出去就没有人回来的那种。